国啊中央委员会当开线，投国语票，拄啊小镇的，拄啊出路的，咱的部分区的立法委员排名第一，就是咱的海多仪市长，大家鼓励一下。咱就以烟花的点名好不？烟花的点名好不？漂亮的你们一定好不？漂亮你们一定好不？来，美雅先讲两句话。各位乡亲，当乡亲需要美雅的时候，乡亲都在；而乡亲需要美雅的时候，美雅也都在。在美雅当议员，我争取社会住宅，南台湾第一所完工的社会住宅就是我们的韩市长任内完成的。所以各位乡亲，这一次美雅需要你们出来投票，你们都在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鼓山林雅区、大林雅区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都不好意思，肖理事长刚刚在那盖小，我真是笑拍谁？我是刚出炉啊，烤出来热腾腾的面包啊，刚刚在中央党部，我说不行。我们高雄陈美雅正在我们高雄啊激烈的苦战之中，我要立刻赶到高雄现场，所有人都掌声热烈鼓舞啊，大家都很关心陈美雅的选情，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美雅的支持好不好？来到美雅这里啊，最开心，美丽、阳光、正能量。啊，我每次看到的学历，我心里都有一点半信半疑，因为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日本话。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到底会不会说日本话？我要考他一下。美雅，这个我考你两句日本话。你要让乡亲知道啊。哎，美雅，我请问你啊，那谢谢日本话怎么说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回の選挙、皆さんぜひぜひ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你这个讲骗我们大家，我们听得出来，谢谢。下一句话你骗我，我们就听不太出来。高雄是全台湾最美丽的城市，日本话怎么讲？你要好好讲哦。高雄は一番美しいあの市議です。ぜひぜひ皆さん遊び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。高雄は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す。我说高雄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，欢迎大家一定要来高雄。这个掌声，万一他骗我们，说实在我们也听不出来。最重要是第三句话。我在说你帅了。哇，他百分百骗你们。第三句话最重要。如果陈美雅，我是一个立法委员，代表高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最优秀的立法委员。这个日本话怎么讲？私は必ず一番素晴らしい国会議員になります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。一棒，谢谢。这几年我们看到美雅一步一步一脚印的成长跟进步，在高雄市议会的表现问政杰出，对人亲切有礼，而且对我们整个鼓山区以及所有的乡亲交付的责任永远都为民服务。刚才我在台北，我们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分区立委要我发言，我说了两句话。不分区的立委以及所有的民意代表要如狼似虎啊，像狼一样凶，像老虎一样威猛。你第一件事情要做就陈美雅表现，以及我后面陆副议长各位议员要为民喉舌。那今天你来挨告啊，酸掉几个议员、立法委员，从来一句话不咨询，也不讲话。请问我们要做民意代表干什么？你第一个责任
就是要把地方的痛苦、地方的需要反映到政府部门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拔民意代表最重要的。第二，我要求我们国民党，很多人民对我们越来越不信任，觉得对国民党好像没有信心，软趴趴，没有力量，离人民好像越来越遥远。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，不是你逃避就可以解决的，政党要为人民服务。所以我要求，也要拜托所有我们国民党在我们党内，国民党党员要做什么？一不偷，二不抢，要打造光荣国民党。国民党的议员跟立法委员要做什么？国民党的官员要做什么？不贪污，不腐败，心中充满对人民的爱。如果做到这一点，人民会信任我们，会把选票投给我们。各位，我们所有的鼓山大林雅地区的乡亲，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观点，请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到这几年的政治啊，说不出来的心酸。当年我在高雄哦，我们黄昭顺主委、干立委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同一天进立法院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一脸青春洋溢，我满头秀发。我另外一个同学啊，在立法院到现在还没有走啊，还在当啊，叫柯建铭啊。我们是都同一天，在高雄这里啊，有一个最可爱、想拖地、讲话非常乡土味。每次我在立法院就看着他，他的逻辑、他的想法，那也搞得懵懵不懂啊。他叫朱新宇。可是呢，我们真的是看到朱新宇啊，离开立法院那一刻，把他秘书助理都找来，把他银行存折钱全部都领出来发给这些秘书。我真的觉得朱新宇是非常有爱心，他做到很多事情一般做不到。当然他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把这个钱领出来给这些秘书。这是朱新宇做的，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个时代，各位乡亲啊，30年前立法院，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啊，我们都觉得惭愧呢。我们比不上人家，论口才，论理想，论热情，论干劲，我们真的比不上民进党好多优秀的立委。我讲几个你们听听看，我韩国瑜讲话我功德不二。第一，我们宜兰的陈定南啊，干过县长当立委的。第二，我们云林朱高正。第三，我们台北县的卢修一啊。第四，台北市选区的台南子弟陈水扁。这几个立委非常优秀，我有时觉得说为什么都比不上他们，真的是了不起嘞。我都想把票投给他们，我是不好意思，主委在这个地方等下骂我。有的事情，有的是非观念可以超越政党。当我欣赏你认真努力，即使政党不同，我一样欣赏你，我一样帮你爬坡啊，我一样支持你，因为你的优秀让我觉得可以超越政党之间。这才是一个现代化公民应该有的政治知识、政治心理准备。那个时候这样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咱今麦想看卖啊，咱今麦高雄拢是民进党做立委啊。你再找一个立法委员，民进党全部把他找出来，跟当年的朱高正、当年的陈水扁、当年的卢修一、当年的黄黄雄、当年的陈定南 PK 一下。我们不怕货比货，我们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比较一下。各位乡亲啊，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爱跳票，他们现在呢爱钱、爱权、爱弄派系、爱女人、爱贪污、爱小三。所以那个民进党让我们发自内心欣赏跟尊敬的不见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乡亲，我们为什么要集中选票支持陈美雅还有其他我们国民党立法委员？第一，对高雄市民不公平啊，大概李卫东是民进党的，要反映不同声音，没有啊。所以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支持陈美雅，让高雄有不同的党派立委代表我们在立法院。
他们会互相比较，争取为高雄，这个对高雄市民太不公平了。第二，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不见了，我们把他下架，让他下来，让他重新检讨，重新反省，然后再出发。我每次看到消灭民进党五个字，我不太适应。不用，我们必须要让民进党下台去检讨，我们要改造民进党，用什么？用选票，让他好好检讨为什么我执政这么多官员贪污，老百姓连一个鸡蛋，连一颗鸡蛋都没有办法安心的用，大官大贪，每一件案子都贪污弊案不停的，没有停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把他宠坏了，他怎么做你都不要投他，你都不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台，让他重新反省，重新检讨，让他准备好了要重新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了，我们可以再让他站起来，这个对民进党是公平的。所以我觉得我讲的是心里的话。我们大高雄地区，我们林雅，我们古山区，这一次我们选民很渺小，我们选民只有这么渺小，我们只有每四年可以投这一票，投完票总统马后，市长马后，李慧马后，你来摇摆，你来歪歌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啊，你只有好再等四年啊。我们太渺小了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借这个机会让陈美雅高票当选进入立法院。所以我刚刚考他的日文，除了代表高雄，他将来代表中华民国对日本外交，刚刚讲标准的日文，我们也觉得很有面子啊，我们的国会议员水准够啊，所以我特别考他一下日文。各位乡亲，选票集中起来，不要继续在每一次傻傻，民不再怎么样乱七八糟，我还是要投民进党，尽管观念来改变。人民是政党的爸爸，政党不是人民的爸爸，我们才要做主，人民主民主，人民做主啊！亲爱的高雄乡亲，老市长不会骗你的，我们这次一定要集中选票，让陈美雅进入立法院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把选票集中，让陈美雅站在立法院，为中华民国、为高雄市、为我们古山大林雅区全力打拼，拜托大家，谢谢，陈美雅。